思啊？过百年啦。我细个时嗰嗰间中记就系我老豆嘅，阿志豪。就计埋今年咧，有94年啦。我自己咧就做咗57年，今年68岁。咁咧，我做嗰阵时，钟表嗰时系最盛行嘅。嗰时咧，新马路啊，同埋嗰个卢石堂啊，同埋草堆街嗰啲啦，成笪都钟表系围住晒嗰度啦。就3几小时咧，我爸爸摆呢度啦，阿妈喺度车衫啦，呢度做晒档口，挂晒元理钟喺度，系做整钟表咯。咁啊，我哋几兄弟咧就喺呢度咯，天池啊喺度瞓咯，行咗张只咁成日摊喺度啦，系得呢个呢度连接庙个庙祝，欧本先生容许我哋摆咯，因为庙就唔准摆嘅，系佢哋见我哋细路仔多。或者可憐又好乜都好啦，喺你擺到啦。我細路仔嗰時咧，40年代初咧，嗰度仲未起，全部都係爛地嚟噶嘛。嗰度又唔係水，養曬草，我哋咪細路仔咪喺度打草傾咯。後期先起永樂，跟住起盧孝。做鐘錶係我哋嗰幾兄弟咧，即係父母交代落嘅，一定要學一門手工藝嘅。嗱呢啲叫做難棉啦，學識咗你可以唔使做，去第度做乜都好，佢唔理。因為我咁多兄弟咧，個個有2、3行，我都有做咗印刷同埋打鐵，我都做識咗。即係做咗，你可以學乜嘢，佢都唔理你。但係你做得唔掂啊，你可以翻嚟做鐘錶。咁我就70年代初先翻嚟，直接接老豆間鐘錶去做，係中意，因為畢竟係老豆，係老豆傳落嘅嘢，我想保留，係咁簡單啫。保留住中記嗰兩個字，因為佢臨行嗰時都話保留啦，唔使你擔，唔使你抬，做咗你唔做得啦，你都就唔做算。我大佬就唔做啦，我就做，因為我係第二，我哋五兄弟，仲有個細佬做，只係值得兩兄弟做，嗰三個兄弟都唔做，因為佢揾唔到食。